在艺术家张春华的工作室。今年年初又出了很多新的作品。这个艺术家曾经在佛罗伦萨双年展获得罗伦佐金奖。就是这一幅作品获得佛罗伦萨的罗伦佐金奖的作品。张春华和艺术家清太毛老师、策展人张思勇先生正在工作室喝茶。又爆料了，喝茶肯定太毛好参加了，他在赢了。原来现在好参加。对，我这几年去了几次云南，然后就茶我收不少。我是宋哥喜欢喝水土，我是这两年都是春华送的茶，我基本上喝生土了。在云南都喝生土。对，我那个生土受不了，喝生土坐不住，你知道吗？那老生土，这个生土已经达到了熟土的，它就这个变成对，而且吃饱了。